对，你看有没有？这有外国血统哦。哦，是沙利他。看得出来他们外国血统。其实呢，我的 MV 呢，在他是 MV 女主角呀、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啊、Happy Japan 里面，哇，跳得可用力了、啊。啊啊，这是那一天，结果我们 MV 拍完，听说你躺在床上躺了三天啊。差不多是，应该是一个礼拜吧。一个礼拜啊，我都不知道，我没有去看你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因为你都没有说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第一次拍 MV 就献给了我，哦，真的。10月20号之后，全省的 KTV 都会看得到《Happy 假发衣》这首歌，还有那个刚才那首叫做《鼻子眼窝》。你若去 KTV， 你敢点无？你没有声音，你敢唱无？安尼有好无？有赞无？你给我来好不好？谢谢。哎，有没有要跟所有的台南乡亲？因为你是在地的，你跟台南乡亲更多的互动。你是拍这个 MV 啊？啊，你现场可以跳一下你 MV 里面的舞蹈吗？我看感觉你很会跳舞的样子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可以吗？你放一下他的那个 Happy。我需要一起来互动吗？大家一起来互动吧。好，没问题，来。好，一起拍拍手，耶！Sunny MV 的女主角。好，一起拍手，一起拍手。大家一起跳吧。好，三米有点尴尬，没关系，继续跳，加油。嘿，耶。是不是要献上一些祝福的话给我们的白云哥啊？祝白云哥会越来越旺啊！然后他是之前不旺是不是啦？现在更旺啦！啊，对对对。然后身材会越来越棒，越来越棒。是越来越胖还是越来越棒？胖。没有关系，胖跟旺都胖都不错，因为反正我是现在是棒棒糖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过棒棒糖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很丢脸吗？不敢讲吗？啊？那还有一个团员沈玉玲在下面呢、啊，不要怕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看过棒棒糖？有，有就好了。哎呦，开始签唱喽！啊，我们今天辛苦你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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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白云哥，我们先把椅子弄好，先去再补个妆。对，我补一下。对，你先补一个妆。不是，我们马上就开始。喝口凉水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放点音乐。现场朋友马上就开始进行我们的签名会了啊！还有我们不进行我们的签名会，拍照挥手会。